常梦见往生的朋友、亲戚朋友、邻居怎么办？这个里面有很多可能性。可能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知道你现在信佛了，那么他希望超度他，他在痛苦里面，可能他在鬼道，他是地狱，或者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希望你帮帮他、帮助他，那么他没有找不到。找不到人帮助啊，那么他就晚上到你的梦境里面告诉你，或者是他流泪啊，或者是他表现的不痛苦啊，那么他是你朋友，他是你亲戚，那你就要为他超度啊。怎么超度？也可能请很多朋友、亲戚朋友，也可能到寺庙去请出家人，如法的出家人。守戒律的出家人为他诵经，为他诵地藏经，或者是为他做善事，为他做一点东西回向给他。所有的好的事、善的事都有功德的，你把这个好的事的功德回向给他，让他有，本来他有罪，他的罪业很大，一点功德都没有，但是你为他做善事的时候，他是有功德了，他以这个善事的功德，所以每一个人做善事都有功德的，每个人做恶事啊都有恶报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果不报，时辰还没有到。所以你的亲戚朋友在梦中告在梦中看见他愁眉苦脸，愁眉苦脸的，你就为他做善事，为他做功德，为他明天开始，今天开始，为他每天，你记得为他念一部《地藏经》，还到寺庙里面请出家人为他诵经超度他，也为他做善事，也可以告诉他出家他家人，啊某某啊张先生，我梦见你的太太，在梦中里面，她好像不高兴，你要告诉她丈夫，告诉她朋友。你说你又为他超度啊，可能你不梦见他，我梦见他，为什么某一种人他特别的对可以发梦见到这类的人呢？你跟他有缘分，也可能是你容易跟去世的人沟通，也有这类的人的，有一类的人有阴阳眼的也有啊，他从小就看见鬼的也有啊，你知道有这类的人吗？我见到这里的人很多，不是见鬼啊，我见到这一类的人，他告诉我，哎呀，法师，我常常看见鬼，那这个鬼是怎么样的？我见到这里的人，我这一类的居士，他跟我谈话，大家沟通，看看有什么方法。这类的人呢，我遇到了很多很多，20-30个都有。其中有一个更奇怪，他不但见到他。还跟他谈话呢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是一个西医生。他有一次啊，有一个病人呢、快要救的最后的开刀要救也救不来了，救不来以后还要救啊，那么救到某一个程序里面可以休息一会，那么这个医生就回他的房间休息一下了。休息大概5分钟，你知道了，动手术的医生啊，如果这个手术要3个小时啊，3个小时不可以去厕所的，尤其是开脑啊，每一根血啊都很细的，他就站在这里不可以动的。当医生很辛苦的，你要你儿子当医生，你女儿当医生，你的贡献就很大的。你一天到晚24小时很忙的，那么他有这个机会休息啊，病人还躺在床上，那么他躺在这里啊，这个护士就怕门进来了，
啊，张医生，刚才的病人没有了，呼吸已经停止了，但是没有，那个护士没有告诉他，以前他已经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他在房间里面休息的时候啊，拿一杯茶一喝，这个门呢、啊，有这个门缝还没有关好啊，就有一个人飘进来了。飘进来怎么讲啊？张医生，我很感谢你，我要离开了，外面有两个人等我，我要走了，谢谢你了，嘘，就撩走了。后来才那个护士才判门啊，张医生刚才的病人呢，现在断了气了，马上去啊。他跟他谈话呢，那个鬼了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张医生还说什么？好，慢慢走啊，不送了。才这样了，送什么？已经走了，送什么？好，你梦见你的朋友，你必须要跟他超度，为他念经，为他做善事，这才是朋友啊。你一点都不做不对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每天只能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学佛，现在外出瓶颈阶段 bottleneck， 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每天读地藏经拜忏已经用了两个小时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学佛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，每天的功课一定要做的。曾经看净空法师的视频里面说，念佛号是最殊胜的，但许多人就说念地藏经是回向给冤亲债主的，那么是最有效的方法，那是不是比念佛号更有效呢？这个意思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每天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也有念地藏经，又做那个，你做那个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时间不够用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时间不够用，那么你要有所取舍，什么你应该做，什么你不应该做，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嘛。你除了念，你除了花了两个小时，我算你每天花两个小时说佛，学佛。念经拜忏等等，你两个小时已经不错了。但是你要看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，你现在是学生，如果我不知道啊，你现在是学生，你就应该履行你做学生的责任，你在大学里面你应该念书的，你就不要花很多时间去啊念经拜忏，那么你的学业，那么你的读书读得不好，那你父母供给你读书，给你钱读书，你不把你现在把当下的责任好好的做好，你现在花你的时间呢，一天到晚就是学佛学佛学佛。释迦牟尼佛说啊，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你的成绩搞好，你每天做一个好的学生，好好的，你的成绩要好，不要令你的父母失望，你父母花那么多钱，那么你好好做就好的学生，啊，比如说，我念书有什么用？我念完以后啊，更自私。我念完以后我要找工作啊，这个不是我应该学佛，这不应该了。你花了两个小时，你应该说一个小时里面，如果说我有五个小时，比如说我有五个小时是可以读书的，全部五个小时，你花了两个小时已经是拜忏学佛念地藏经，只有三个小时，只有三个小时不够啊，那么你就应该看看怎么分配你的时间，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。学佛啊不是迷信啊，你不要迷在事项里面啊。为什么你要拜地藏经？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拜地藏经一方面呢、啊，你怕你的鬼要找你啊，所以你要念地藏经驱鬼，你要好报应，你应该好好的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是你现在是母亲，你要母亲的责任的，你就不理，你就一天到晚都是念经拜忏，什么都不理，应该吗？不应该。先把你现在的你应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当然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合法的、合理的、有伦理，有是善的，不是恶的。你有多余的时间就可以来用来学佛。
好，我就算我这样讲，你懂得分配你的时间，你除了应该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以外，你也应该分配你的内容。什么内容啊？你说我念地藏经，但是净空法师说就念佛啊，什么都不做就念佛，最好是念佛，一就是一门深入，是对的，也是对的，一门深入啊，不要念地藏经怎么样的，这你看的情况啊。如果是你发觉到啊，我跟地藏菩萨特别的有缘，我从地藏经里面学的很多，而且我希望我现在业障很重，那么我希望以地藏经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，那么你就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吗？啊，你念了地藏经回向以后呢，啊，念有就念佛，你的心里面不舒服啊，人家说念佛啊，我现在念地藏经是不是不对呢？念地藏经是消业的嘛，你有很多业障，你应该消消你的业力才行。弘一大师、印光大师常常这样说，我们平常我们信佛的人呢，历劫以来所犯的罪业无量无边，如果是虚空可以装我们那个罪业，虚空都不够大。你看我们从无量劫以来所昌下的煞道淫妄，所做的煞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，多无量无边罪障，无量无边。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体验我们这个罪障，所以我们有报应嘛，报应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。除了我们除了要念佛以外，因为我们众生很多罪业，他必须要靠菩萨，他们是过来人，那么菩萨可以给我们带领帮助我们。如果是我们这个罪业不是很重大的，菩萨也可以救你啊，可以帮助你啊。如果是你的罪业很重大的，菩萨可以帮助你，可能重罪转轻啊，也可以啊。那么你单独的自力啊，你可能你的力量不够，你还是要求地藏菩萨、求观音菩萨来帮助你。所以弘一大师、印光大师也赞成啊，你们普通人罪障深重，你要冤亲债主呢，你回向的，你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，这个也可以的。你念弥陀经也可以回向给他们的。你看你的时间够用不够用，那么你就好好的分配你的时间呢。你读地藏经，你读的熟了，大概45分钟，不熟一个小时。你读完地藏经以后，那么马上就念佛也行啊。你要分配你的时间，好好的计划你的时间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或者是你可以这样啊，一天地藏经，第二天你不念地藏经了。你念弥陀经，你念佛，第三天你念心经、普门品，这样的 alternate 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做，你要分配你的时间呢，时间是不够用的。人，我们平常人，他做每一件事情，他的成功、他的失败，有一半都是他懂不懂分配他的时间。他懂不懂分配他所做东西的内容，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可能你花2个小时念地藏经，好，有一天你的朋友打电话了，某某，我们去喝酒去不去，我们 party 你去不去，我们做什么去不去，你也去了。或者是你看看你一天的时间你花在哪里，你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告诉你怎么做，你要懂得分配时间，你要懂得计划你的内容，你也懂得你自己的业力是到哪个程度啊。如果是你说我的冤亲债主很多，我每天晚上都有噩梦，那么地藏菩萨说如果是噩梦缠身了，那最好是念地藏经，那么我就念地藏经了。如果是你觉得我现在业障很重，好像我的头上伤很痛，那么我这样呢，也可能你念观音菩萨，你还有啊，你跟地藏菩萨比较有缘，还是跟观音菩萨有缘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用你自己的智慧吧，你又懂得怎么分配。有很多人讲都是这样讲，不懂分配时间。好像前几天，大概前上一个星期，有一个学生，UBC 的学生，
他每天花四个小时，就是《地藏经》《地藏经》《普门品》啊，怎么样啊？他说我要勇往精进，但是他的科目每一科都是 D， 都是 E， 仅仅合格，就是怎么十科里面挂了五科都不行了 ，fail， 那可以吗？他母亲非常生气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念经。你念经不读书啊？观成佛法师说我要念经嘛。你冤枉我啊！我没有说过你不念不读书要念经啊，我没有说啊。你现在令你的父母失望，父母的钱，因为你不可以毕业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冤枉我，没有这样叫你啊，你是不懂啊。你现在要做好这个学生，你现在要做好这个妈妈爸爸才可以学佛啊。你人都没有做好，学佛先从做人起啊。你自私自利的还说我是一个不自私啊，你要什么是佛法啊？要救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讲的讲得很漂亮啊，一拐一个弯啊，又自私又自利，完全是不是度众生，完常常跟人吵架，妒忌心很重，贪心很重，那你怎么信佛啊？表面是信佛啊，内心啊一点佛法的善根都一点点，不是说没有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，你自己想一想吧。所以你就是成年人了嘛，好。在打坐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半睡半醒。有时会小睡几分钟，但是为什么打完坐以后精神很饱满，不亚于在床上睡一小时？为何打坐时觉得时间做得很过得很快？那么你这个问题有几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你打坐完了以后你觉得你精神很饱满，当然呢，因为我们好像是平时的心好像是很那个湖水还是海水荡漾的不得了，动那个动的非常多，你动得很厉害的时候呢，你的 mentality 你的精神就受不了啊，你可能有工作的压力呢，有种种的刺激你的脑神经啊，你还有你喝酒啦，你看电视啦，你 partying 啦，你唱卡拉 OK 啦，你还有解决你家庭的问题啦，有很多种种的压力压得你透不过气来，你感觉的很烦恼，你女儿的烦恼啦，你解决你女儿的烦恼啦，儿子的烦恼啦，你丈夫的烦恼啦，你事业上的烦恼啦，你很多其他的外境给你很多压力，你喘不过气来。现在你这样，观成法师说打坐啊，什么把你的妄想都抛掉了，你的闭息就集中在闭里面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下子呢，你就好像你的湖水啊荡漾不断，你的心里面忐忑不安，你常常忐忑不安的，你啊想东想西啊，你有忧虑啊，你有妒忌啊，你心里面有很多烦恼啊，很多 worry， 很多 anxiety disappointment， 很多 jealousy， 这个忽然间在静坐的时候你都没有了，你的心静下来了。当你的包袱一放下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轻了很多啊？那个时候啊，你再醒来的时候，你所有这个烦恼啊，那个时候你没有了吗？你刚醒了吗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回家呢，你又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现在我们那个本地的白种人打坐很多人呢，每一次六十五十人的。以前我们打坐的时候开始这头五年，我怎么告诉他？我说我给你一个 garbage bag， 纳什袋 garbage bag， 你把你所有的烦恼都装进去，把它绑起来，都从门抛出去，不要想你的烦恼，你这样才可以打坐。就把你的烦恼抛出去的时候，你不是轻松了吗？你一抛出去，但是我告诉他，也有人问，那么我一包一包的烦恼在外面呢，那么那个垃圾在外面呢，怎么办呢？我说你不要紧，你走啊，你一定带走的，
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个垃圾怎么处理，你一定把你旧有的 suffering， 你旧有的垃圾一同带你带走。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烦恼了，你在这里坐的时候很饱满呢、啊，因为你没有压力了嘛。所以你不是多来一点，你可以训练到你不被所缘境牵引你走。为什么你有烦恼啊？就是你的六根以外的六尘带动你走，你做不了主，要你撑着撑，贪着贪，要你淫贪嗔痴煞盗淫妄，都是外境带动你走，你给他带动的走了千千万万年了，你还要被带动下去，你下一生也是这样的。刚才我们不是讲吗，我们这一生死了以后啊，你说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你带你的业力投生到下一生，下一生不定有那么好的运气啊。大多数的人投生在下一世都是走堕落在三恶道里面的，大多数人这一生完了，下一生啊都是没有这一生好的，都是很多是到三恶道去了，地狱恶鬼出生。你相不信不相信？你看你看看，我们一天看报纸，你看新闻，煞盗淫妄的事情多不多？人越来越自私自利，人越来越那个我见很重。你看家庭的纠纷，社会的斗争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怎么去解决？你国家的矛盾，国家的不安，心里面的不安，太多烦恼了。所以你现在很好啊，你到这里打坐，你多打坐，打坐就是修心。我们佛法，如果是你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佛教的最重要还是修心，你一定要修心。但是你要懂得什么是心，你的心是什么？有很多人不懂啊，有的人说我的心脏很好啊，那么为什么还要修啊？我的心脏很好还要修吗？修心不是修这个，这个心不是在这里，这个是肉团的心，这个是物质的心，这个精神的世界的心，你要修你的心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打坐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你打坐的时候意识空间跟时间顿然不传了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思想啊，就是思想，我们生活在 space and time， 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，我们执着了时间的空间，我们执着了什么呢？过去，执着了现在，忧虑未来，我们时间把我们捆住了，空间也是把我们捆住了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生活在家庭的樊笼里面，生活在社会里面的，也可以说这个牢狱里面，你做不了主。你看看你在生活在哪一个国家，某一个国家可能比较自由，某一个国家可能没有那么自由，所以我们受时间跟空间把你捆住了，把你捆绑住了，把你缠缚住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静坐的时候呢，你就从空间时间里面的限制跳出来了，你不想过去，不要忧虑未来，你活在现在静坐里面，现在也不可得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没有时间空间的感觉啊，那个时候时间不是过得很快吗？我以前我很多年前啊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在多伦多大学读第二年的时候，功课没有那么多，我每天静坐大概三个小时，差不多五个月都是静坐三个小时。有一次静坐，我静坐完了以后一起来好像一分钟的时间，
但是已经三个小时了，我觉得是一分钟的时间，没有这个时间的，我超越了时间的概念了。对我来讲，就是我一坐一定定下来，眼睛一开一个定下来啊，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感觉是一分钟的时间。